多了，按下去，按下去，按下去，哎呀，你手足多，对呀，这么想看是不是？八点啦，看着吉月一直望着我，嗯，没问题，直接啪，还是没路上，他是没路上。那是变硬，只是倒下不一样。然后应该是会变冰块，变冰块。哦，我什么都没说。拜拜。拜拜。我们这个今天先十二人，晚一点杜阿比也会再来。嗯，我们今天的特别呢，可以打开来这个箱子。好不好，我们的特别之处就是虾米龙某什么都没有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我们今天好不好有新增一个特殊模式叫做团体赛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团体赛呢，就是倒下的队友在30秒后会复活，这秒数是可以调的。那倒下队友30秒内复活，但是存活者会在队友复活前受到处罚，他会缓速跟发光、嗯、所以你倒对不对，你的队友就会发光跟缓速，所以有机会持续的被 KO 好不好，但只要你的队友能够撑下这30秒一人活全体活就会复活，对，他每一个人的复活应该是独立计算的啦，不会说有没有，哎，我倒下，哎，30秒，倒数5、4、3，然后另一个人倒也跟着一起复活，应该没有这个啊，每个队友是独立计算的，不一样的游戏，玩错游戏了，隔壁的游戏，感觉还蛮酷的哦，团体赛哦，倒了会复活啊，其他的我们就没有开别的，有开那个啊，可以吃土跟。地面有随机物资箱可以去捡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对，是开场说圈，然后木木跟吉月初次挑战呐、啊，所以我会跟他们一对啊。花关哈？但是好像有点难瞧。花关，阿乔刚说花关的，花关，一边，花关，看看哦，超级。像可以，那个不要去到选对区哦。好，选对区是什么地方？对，那个允月跟吉月换，孟娜跟木木换，这样做刚好每队有一个男生。吉月走来这里有一个绿色的，走来这里。吉月跟木木都来这个绿绿的。黄色。呀呀呀呀！怕死啊！他们大家可以走啊！一人活，全体活，没有你们两个先出来，我怕你们等一下又走到了啊！这边就不要再走了，OK 啊？那就各奔东西。好，王好，那我们这里东西。也再次感谢桑尼，感谢梦萍，感谢会员，感谢司令，来了呀！来啦！还有几月？嘿。好不好？等一下都会计时哦，一分钟内要做出十字斧头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就相信你们，加油！能做出来就相信，就这样子而已。#hashtag 相信，哎，相信队友肯定。沼泽区哇，好衰！这个。在路那边会比较好，然后圈一开始就说咯，我们也很靠近圈哦。OK。上岸了没？我上岸了。哦，上岸，我这边等一下是会有一个合成台，你们可以看要不要用。哦、我已经做了。OK， 速度对，没错，速度。我马上去做个木质的稿子。就可以往下挖，你看人家都石器时代了，我们呢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要赶快。我把自己贴在上面，说圈了耶，好快哦。对，哎，我就有说圈啊，我也说到了，我也没说完了，我们的队伍要。
有人呢、欸。啊，是我的锅，我应该要更警戒的告诉你，对，我也被受伤了。有没有，我们这个一开始的圈会缩很快。哦、那请问，对，60秒你就会复活。叠方块哦。对，在刚想要出去，你已经被挤到就没办法。对。哦。啊，十字斧头，有人做好了吗？我还没。哎，旁边有人，旁边我们靠左靠左，我们一起活一起活，跟着红队一起。哎、哦，有、欸、了，你活了，你活了。活了，你活了，来来来，这里是圈内了。这个台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合成台自己可以做，自己做。我想说，刚刚有就来来这里这里，赶快，然后给你师傅，受不了了，嗯，好，给你一个酷酷那个几月呢？哦，来了，来，我这边有那个铁，我们可以一人一个自己做盾牌。哦，然后哎。但这样子的话，好像可以试试看呢、欸。哇、啊，我失忆了。你叠一个 V 型，然后中间上面那个用七四二六九，然后跟五对都是哦，都是木头，然后八是放铁，嗯，九，然后八是放七四二六九，哎。七四二六九跟五木材。木材，木材，木材、欸，木材。可是为什么？哇！七四二六九跟五啊！你给我，你给我，你给我。哦、有我看到了、啊。我每次都叫木木去练习，你都不去练习，你让你的天分。我现在要做什么？我可以做什么？你让你的天分来跟着一起找，跟着我一起找。跟着你一起找、啊。对，因为地表有挖矿吗？随机的东西没有，因为地表有随机的物资箱，所以我们要去跑、嗯。你还要再做什么吗？哦、所以现在是要有食斧了吗？找物资有食斧了吗？有那就走了，那就走，对，走走走走走，跟着我走。就地表会有一个随机箱子，它会是一个白色介符合。那个蓝色是什么？蓝色有蓝色介符合吗？有介符合都可以。不是我说那个是全蓝色的是什么？全的墙壁。圈的墙壁，那就是圈。它在缩的时候会变红 红色啊，现在停的话是这个颜色。对，然后有看到敌人就要说，我们就看看地表没有物资箱，就可以去打那个介符合了。好，对，介符合，我们要去找介符合。啊，记得我们彼此的位置哦，不要跑太远哦。嗯、我看到一个灰灰白白的东西走过去，就是狗。哎，这边莓果，莓果走过去会受伤。其实我有点想要试一个东西、欸、就是倒下的会不会有头颅啊？我们这样可以洗头颅哎、欸，但很危险。这里有牛哎、欸，全在说。对，但哎、欸，这里有那个，这上面有没有？上面就是了。我来，他有机会会开到苦力怕啊，没事、哦，所以还是要小心。然后我刚刚又给木木有装备、嗯，他们已经打起来了，他们打起来了。啊哦，很嗨。有没有黄色？黄色，黄色那里，黄色、蓝色，我们赶快过去。黄色、蓝色，这游戏很关键，就是可以黄雀，蓝队赢，蓝队赢。有那个哈基他们也过去，我们先绕右一点，我们绕右一点。我看到红队也有过去，他们等一下应该两队会打。来来来，可以可以，他们好像在打，他们在打了，有跟上后，有跟上后，你们至少等一下打架可以尽量站在前面一点。红队直接全赢了，哇，他们有很多的那个。头颅、啊，快快快！啊、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已经遇到了，已经遇到了。来来来，哇！岩浆，岩浆，你们有没有办法跑？有没有办法？全部烧死啦！一个岩浆全部 KO， 怎么会有岩浆啊？他开箱。哦，他们有那……哦，我以为他们是拿铁匠铺。嗯，都有可能、哦。对，但希望你们有输出到。哎、欸，有输出到，好，可以。完了，罗宾，迅速，对，来上去上去。岩浆超扯的，哇，你怎么有岩浆？你一波打完，下一波又来了、欸，哎。跟土一样，两个随机箱啊，给了我两个水桶啊，旁边就是岩浆。哇，我还想说，哎呦，原来不是黄雀。那个看那个哈基，还手还在拿着钻石，还在滚来滚去，想说好像没事，忽然间岩浆烧到，我就啊。另外两个队友也过来一起啊。小心不见。
没有，他们本来没踩到啊，我再放一桶。推回去啊，推回去。你也有一桶，两桶是吧？两桶啊，有吧？有没事，至少我们 number two， 而且我们一开始局还被全压死。好家在很快就复活了。他自己好像也被压死了。对啊，他自己好像也好一点。没有啦。真夸张。夸张。来，让我们再度挑战。我总觉得可能倒一两个之后，哎，赶快去做牌，做牌，做牌。先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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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牌，做牌。那我们刚刚也在想，如果倒下有没有，好像也可以洗头颅。有掉吗？应该是会掉。我刚刚是要啃一口梦蛋，因为我们刚刚是洗全完的，所以也对，就没办法了。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把头颅给变掉了。我们要关闭头颅，好不好？但这一场我们的那个复活更快哦，十秒就可以复活了。哦，刚刚复活的哦，只有那个哈基跟吉，我们只能访问你们，你们身上是空空的吗？啊，对，全空，全空啊！复活是全新的战士加入。哦，好像有人倒的时候队友会发光。对啊，对啊，嗯，一开始就讲缓速跟发光。哎呀，哦，哎，而且是一个缓速发光，倒两个就是缓速二，嗯。那个发光没有二，发光二也是一样。发光二不会更亮，更亮，闪耀的亮。然后想说这场十秒应该大家也会比较快一点复活成功，所以我们急杀玩家好不好？这个材质提升，头会慢慢的提升，所以如果你看到人家头很强大，就要小心好不好？这个人铁头很厉害哦。嗯，好硬哦，好硬哦！忘记他会不会升到玉髓啦，他就是慢慢的一个一个升这样子，升头而已，只有升头，升到满就没了。没有头的话，他也给你皮个头这样子，那应该几月跟木木长大了吗？熟了，熟了，熟了！努力争取，不要被煮熟。刚刚一分钟拿十五，好像也都最强的天眼专家，好像也都没有做到哦。再接再厉，我们再来看看。哎呦，好像还是行哦。那那个影月跟木木换，哈基跟吉月换，木兰队，好开心哦，可以跟新朋友一对。是这个蓝。哇，彩什么蓝色？我这边 yellow team， 这个蓝，我们是最棒的。那我要去哪里？我要去阿乔那里，阿乔那里。黄色，黄色那边，那边不是看我？哦，不要玩，不要玩。都不要玩，不想跟阿乔投对，原来是他不想跟我投对，那你走，那你走，我不要，我不走，我是最强天眼玩家，不可以抛弃我。十秒就会复活，没有金头颅哦，然后也是有随机的那个箱子可以拿啊，各奔东西。呀，老天！我来了！加油，加油！等一下我会先看圈，好不好？我们圈离远就一定要在一分钟内做出来哦。嗯。啊，那几月呢？你 DC 要记得换，我们这样一直换。哎、欸，所以我们，所以我如果要有实稿的话，我就要先做出木稿。对，然后对，就是先打木头，然后呢，嗯、做出木斧，不那个啊，男朋友先打木头，然后做出那个木镐，木镐挖石头，然后就可以做出石斧，就这样子。嗯，对 ，OK， 迅速，该来了，加油！先打石头，做木先打木头，木头其实有个三个差不多就可以，原木有三个差不多就换 ，OK。这里有没有？这里叫木头。那因为像我们这边山是比较高，嘿，那可以往下一点再挖那个土，因为山很高，有可能底下都一堆土。哦，土，然后对，
哇，又在玩运气游戏。哦，三下我们也有一个介符盒，我去拿。趁现在抗性还有，我们刚进来的时候都会有大概十几秒的抗性啊，所以如果你之后在比较高的地方，就可以直接摔。我那边有放那个介符盒，我去拿。好，但即便拿了，应该也是可以有快速的告知吧，斧头吧。我有木斧了。木斧，我要石斧，要石斧，是木镐。好。对，木斧不用做，要做石镐。OK。我说什么就要听话。我已经做出来，已经一分钟了。不是，我想说是那个。一分钟了。